我选择颜色咩？好丑哦！我想要拍 thumbnail， 可是我找不到他的头在哪里。是啊，感觉完全没有粘性。OK， 嗨，欢迎来到我另外一支影片。今天是我一天里面拍两支影片，所以我非常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是来开箱抖音的东西。哇，讲到这个抖音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我买抖音的同款产品是从Lazada买的，我买了四样，它有一样是拖了超久。拖了两个月，还是所以呢？如果他的产品再不好的话呢，我就会打死他。这次呢，总共买了四样东西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强力胶。推荐一款纳米无痕胶带，粘性强，用途广泛。为了测试它的粘性，我特地把手机扔到下水沟里，没想到它还真能稳稳的把它捡起来。就算脏了，粘性下降，用水洗一洗就能重复使用。抖音 ，OK， 哇哦，他讲到这个产品好到不可置信哎。可是它其实很少咯，一二三，它只有三层，八块半。知道为什么我要戴眼镜吗？因为戴眼镜的我看起来更专业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试用这个东西，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粘到这样好啦，然后又可以粘到这样多啦。哇哦，这我觉得蛮不错哎，它可以这样子粘着哎。如果下次呢，我要充电，我就可以直接拿上来，不用特地跪下去拿。噔噔，插进去，噔噔噔噔噔噔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可以耐几久。那可能耐一个十五分钟，可能就不行了。然后它不是有讲，你撕掉它的话，它会完全不留痕迹，然后洗的话可以恢复粘力。有点重量，有点滑。OK， 我粘在这里。这 power bank 好像100块啊一个，所以请不要掉下来。十分钟后回来，其实现在我已经拍完我的影片了，超紧的，粘到你看，它拿不下来哦。Oh my， 墙板，它拿不下来哦。OK， 好，没有裂痕，完全。这个真的是一个不错呀，而且弹力也很足。洗啊，感觉完全没有粘性。哦哇哇哇哇哇 ！OK 啊，粘性回来。看现在我粘了过后，完全拿不起来，动不到。动不到，拿不起来，动不到，拿不起来，这个是超好用，这个什么纳米双面胶。OK， 我真的要拍来的第二个。抖音上种草的第176个好东西。现在我要 test 那个的，记住它是这样肮脏的东西。哈哈。这个东西我会留着给我妈妈，就当是母亲节礼物。Anyways， 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厉害。哇哦！哦，我突然找到一个坏处，就是这东西哦，它不能戴左手，它只能戴右手，不然有点差。下一个就是这个，这我记得，它是一个 like 洗碗液这样的东西。OK。我选择颜色咩？好丑哦。如果你不懂它是什么话，它是一个期待已久的网红纸手表终于到了，居然真的是纸做的，非常的轻。我试了试能不能撕坏，不管怎么扯都毫发无伤，还说可以防水防刀割。我试了试防水，完全没问题，戴在手上去游泳都没事。表带是磁吸的，戴上取下都很轻松。显示屏按一下显示时间，两下显示日期，三下显示秒数。我看了看价格，居然不到10元，这价格超值啊！不说了，我要把我买的卡西欧退掉。他为了这个东西把卡西欧退掉，多少钱这东西？5.9块，哇哦，这东西才6块耶。可是它的颜色不是很好看 ，OK， 而且它整个看起来很 low 咯，像小孩子的那一种。
我要讲调时间。不要，我要弄烂它。Oh my god， 我完全不懂它是哪里是头啊！我现在讲真，我觉得它不是很好看，也不是很吸引我，就是很丑啊！它长到这样子哎，就是两块钱的货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刚才是想讲死都不会烂 ，OK， 的确是不会烂，它的确是不会烂，可是它会皱掉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你撕一下，它就皱这个地方；你再撕一下，哎，这样子，它就皱这个地方。而且我刚才调时间，我调错了，我调到12:02，现在还有一个防刀割的功能，所以我们等下去 try。我想要拍 thumbnail， 可是我找不到它的头在哪里。OK， 防水，防水。11:00，我不懂要怎样把它调回来。所以你相信这个东西可以用刀割吗 ？Let's try。我们来看一下普通的纸。有痕迹在这边。本来我就觉得很神奇，这东西哇哦很厉害，不会被刀割到。然后发现纸也是不会被割到，而且是割了很多轮。OK， 是有一点割的痕迹，可是没有被割爆到，可能是我的刀不够厉害，或者是这些东西纸本来就不会被割到。讲真，如果他在街上我遇到后，我不会去买。即使它是5.9，我们来开箱下一样，就是最后一样产品。Oh my god， 我是12月28日买的，然后现在是2月5日才到，然后他还没有跟我道歉，他完全就是如果不要问他就不要理我。可是他也是包到最精致的一份哦，它是最贵的，它是22.3。其实我买这 package 我觉得很不值得，因为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是46.19，可是那个运费是17多。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呢，我给你看一下那个 video。马路边捡的的的。马路边捡的小黄人玩具。不，马来西亚电池可不可以用哎？这个。哦，这个要加电池的这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应该是玩不到。可是呢，它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啊。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它的螺丝已经给我弄到烂掉，因为它品质太差，然后你锁一下就烂掉，这样。工作 battery。哦，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就上。哇！我有。哎，你们这里来。哇！哇！我一边接着开。很丑啊你 YouTuber。 哇哇我掉下去，哦他死掉了，哦他们俩在里面也不会出来了。我这买的东西完全没有用了，你知道闭嘴。OK， 这东西来我不知道我买回来做什么，好玩吗？如果你家里有来过冬鹅啊那种啊 baby 那种，你可以买在这边按 on。OK， 然后你打一下，然后他就开始走。哇哇哇哇！就是他的头呢，就是可以感应你的手的，你手一要动到他就会走这样子。小孩子可以玩，18岁买这个就真的是超级无厘头。OK，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啦，那我们有缘再见，和下一支影片见。OK， 拜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就是 OK， 所以我现在呢就要 test， 所以我现在就要 test 这个东西防不防，所以我就要 test， 所以现在我就要，它就是一个有苍蝇，干你娘，苍蝇不苍蜓，蜻蜓啊那个叫。